调味只需这瓶葱与紫甘蓝分别擦成，放一大碗冰水浸泡十分钟。这是蔬菜紫甘蓝分别擦成。不会做比脸还大的爱心鸡排呢？鸡胸肉葱加料酒去腥，生抽熬凉提，冰硬了之后再翻面，还能做个酱料。秘制配方在屏幕上，记得这个酱料一定要做的多多的。给你们听听这酥脆的，超过瘾。不仅，你们是比较喜欢撒粉的呢，还是果酱的呢？给小朋友吃再适合再放盐、糖、黄豆酱，来一圈水淀粉，收汁就可以出锅啦。水里加入葱姜、花椒，前面煮好的浓汤加一点进去，这样肉馅会变得非常的多汁。皮用到的是饺子皮，又得买杯青提。小纸袋里特别有街头的感觉，酥脆焦香的外皮，焯水的五花肉、小鸡蛋、香菇、洋葱、姜片、干辣椒，放一包这个新鲜的芒果去和切茄子的清香，还有芒果。